右侧耳道里面好像，鼓了一股气在里面啊，大概在旧金山那个金门大桥一带吧，狂风暴一样，风卷的啊，卷的那个风一个方向往另外一个方向卷，就像那个风啊，往那个右耳道里面卷进去啊，往右耳朵里面卷进去啊，这次风得卷到那个大桥都变形了啊，让他们看他们还能不能想到是飞碟的存在啊，那就想到了，他就风力就小一点啊，想不到那风力就大到人家要很痛，心痛，然后找原因，这个时候让人家慢慢想到，飞碟上去啊。这个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讲的，非得希望，知道，外星人的存在啊，在没计划的，在美国制造很多龙卷风啊，现在正式开始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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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